正好遭逢到防疫三级警戒的期间，所以我们想要透过这个 campaign 去鼓励消费者，鼓励台湾人，即使是我们的生活、我们的工作，因为三级警戒、居家防疫受到限制，但是我们一样可以透过我们的想象力、创意，还有家人之间的相处，去活得美好，去过一个好的居家生活。在防疫期间，很大胆的、破天荒的想了一个拍摄的方式，是我们有没有可能像现在我们讲 work from home， 透过远距的视讯的软体，那有没有可能 shooting from home？ 哦，觉得好享受哦。好，再看看那只鸟吧。哦，比较可以再去拉镜头了。求生意志很强，颜值加分。小孩子很开心，小孩子每天在家里就是玩，玩，颜值偶尔学习，然后时间到就游上游泳。那跟我以前的相处比起来，我会觉得说，距离还是有美感吧，我觉得。老师，又见老师这么辛苦，对，因为时间秒数毕竟是很短的。那我们还是希望它是生活感一点。然后这样看得到吗？看得到。好，那麻烦你站进来。好，站进画面一下。这样子。好。没有脚。可以再放大一点点。好，柯基。你要不要点一下？点一下曝光的位置。如果是在那个落地窗，我们看看那个光的感觉。强哥，那也喜欢 Oval？ 好像会黑了一点，我觉得就原来的就可以了。这个画面看起来好像80年代的爱情片，50年代。Q 他们开始跳舞。哎、欸，玫瑰花咬一下给你看。现在在试 GoPro 头戴，因为等一下拍切菜样子，切，所以我希望他等一下不要砸在菜上面。待会我们也要戴那个 GoPro 在两位头上，对吧？对。大概，好，但这是一个要的 size， 但另外一个要的 size 呢，是希望机器尽量架高，贴到天花板去。贴到吊灯上都好，所以变成你要躺的这整个空间的地板，还有其他的周边的家具，都是陈设成你们喜欢的样。我真的很想吃。然后站的位置来一包，他现在后脚。这没有，好像没有那么多零食。哦，那就算了，没关系。啊，那个地上的鳕鱼香丝，现在用不到，然后给猫吃。先把它包叼走。对，那边，对，那边放一下 ，OK。机器尽量架高，贴到天花板去，贴到吊灯上都好。